Hello， 大家早上好！大家吃了早餐吗？我相信要去上班的人现在已经开始在公司了。吃早餐的话哦，现在哦，在享用着我的这个耶， yeah， 我要吃这个早餐了。所以今天哦，一面吃早餐，一面跟大家好分享哈。OK， 老婆好，吃这个早餐哦，其实是非常的容易啊。OK， 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养代餐了，每天早餐最佳的这个食品，或者是你觉得你要吃少一点啊，你要得到那个可能前一天吃了蛮多啊，这样就减下的话，这个是个很好，又可以补充到我们的营养价值，然后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早餐了哈。OK，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总共有25种的谷类。很多的营养价值都在里面 ，OK， 现在好就来吃早餐了，OK， 所以大家来，可能在上班的，可能在吃早餐的，一面吃早餐一面我们来聊下天，OK， 所以大家请 like 跟 share 出去 ，like 跟 share 出去好不好 ？like 跟 share 出去，让更多人可以进来好不好 ？OK， 那么这边吃这个早餐其实很容易啊，所以只要你倒了过后，就是大概倒200个ml， OK， 然后摇下就可以开始吃了。OK， 有谁进来 ？Hello， 冯燕 ，Hello， OK， 今天要特别做这个 live 怎么这样早？志勇很久没有这样早做 live 了然后今天做这个 live， 因为时间紧凑啊，所以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大家先。OK， 开始有些人在上班。OK， 不用紧。然后今天我最主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Slance Grow 啦。OK， 就是这个 Slance Grow 啦。有一个很好的 promotion， 但是讲这个 promotion 之前想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我有认识一个很久了的朋友，而这位朋友呢，这两位朋友呢都是认识超过整十年了的，然后在他们身上真的是看到那个 Slance Grow 跟这个Slender's Meal 很好的见证，所以今天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讲，因为昨天他们也 post 他们的见证出来了，所以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哈。 OK， 其中一个呢就是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在看到他的。 OK， 这个就叫 Rain。 OK， Rain 的话本身我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是酱的。 OK，其实是这样的，然后他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竟然可以变成这样的这个身材嘞，真的是很难得嘞，因为他配合吃我们的这个 Slender's Meal， 刚才讲的这个营养代餐 Slender's Meal， 再配合我们的 Slend Grow， 吃饱了过后吃的，然后让他很轻松的瘦身，这样当然还有穿着我们的这个 Aurora Pants 啦，然后你知道这个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让他瘦了15公斤了，各位，15公斤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是等于一包半的米嘞，对不对 ？OK， 然后在这里我在吃的是我的 Slender's Meal 早餐，营养早餐 ，OK， 你看真的是像。你看从这样子的身材变这样子的身材，真的很轻松瘦身的。然后期间当中他也没有什么做运动啦，然后吃的分量是跟着会减少了的。等一下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会这样。OK， 平时我们吃这样多，但是为什么吃了 Slance Grow 自然而然就会减少那个分量了哦。OK， 所以这个是 Rain 然后另外一个见证想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的海伦，海伦也是我认识了整十多年了的。这个是我从中学的时候，我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Form 3还是 Form 4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了的。我们也是因为Slance Grow 而结下这个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久已经没有见面了嘛。但是因为 Slance Grow 我们重新再见回，我们重新再 Hello 文贤 ，Hello，
我们重新要见回哇，期间当中真的是看到，真的是因为这样子而联络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是很好，让我们有机会联络回一些旧的朋友，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一辈子就不再联络了，对不对？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行业。OK， 那海伦你看哇，他瘦身瘦到极厉害，这个是他在 MCO 期间的时候他瘦身了。怎么样讲呢？因为过程当中他在吃这个 Slender's Grow 跟这个 Slender's Meal 的时候哇，他的那个什么，他自己本身没有发现到他自己瘦了的。 OK， 直到他因为很久那时候 MCO 嘛，他就没有办法穿这个 jeans 裤了，对不对？不是没有办法，是没有去尝试去穿了。结果过后跟他拍了照后有瘦到了不用紧他在拿他旧的 jeans 裤来穿的时候，哇，他笑到极开心呢，整个这个整个鸡都可以放进去了，我还是给很多人来整个鸡都可以放进去了，哇，真的是瘦身瘦得很好啊，很厉害啊。 OK， 然后不用紧哦，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是他瘦身，大家可能看不到，这边有，其实这边有字的。 OK， 不用紧，我给大家看看他从88公斤瘦到77公斤，瘦了11 kg， BMI 跌了4个 unit， 然后他的 body fat 跌了4个 unit，然后他的内脏脂肪这个是最难受的，竟然让他瘦了这3个 unit 啊，所以今天让他从这样子变成这样子啊，哇，真的是很强很强，对不对？他也是一样的，他早上的时候他就跟我一样咯，喝这个 Slender's Meal， 来，我现在喝着的这个早餐 Slender's Meal， 然后喝完了过后我的 Slender 脱掉了，然后过后正常吃正常的时候就吃这个Slender's Grow 啦。 OK， 所以大家看这 Slender's Grow 多么多么的劲啊。 OK， 所以现在跟大家核销一下，到底这个 Slender's Grow 它为什么会这么劲，为什么可以发挥到这样子的这个效果其中就是这个耶、yeah， 我们有这个耶、yeah， 大家可能看到可能看不到，把不用紧，等一下我放 comment 那边的。 OK， 这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呢什么呢，促进我们的脂肪的燃烧，因为当我们之前我们吃的东西的话是喂，这样这个量够它就可以帮助燃烧我们里面身体一直累积下来的那个脂肪啊。 OK， 然后不用紧它还可以控制我们的食欲，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胖的人的话想要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肚子饿，是因为脑里面一直想要去吃。然后这个 Slender's Grow 很好，因为里面的所有的是一种天然的萃取物，它让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食欲。当我们在吃这个分量，平时我们是吃这样大的分量的时候，吃下吃下慢慢我们发现到以前要吃完整碗饭的话可能感觉都不会饱，但是现在因为配合 Slender's Grow 过后吃了整碗饭过后还没有吃完整碗饭，吃了一半罢了开始有点饱腹感了因为我们的脑里面传达的信息很快了，他跟我们讲说你自由，你已经饱了，你已经不需要再吃这么多了，所以你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很好控制我们的这个食欲，我们的脑部的食欲。然后不用紧还可以控制我们脂肪的吸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食物吃进去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slang， 你再马上吃这个 slang grow 下去，当你吃这个 slang grow 下去的时候它就可以防止我们的细胞去吸收我们的食物里面的脂肪，它就把我们的脂肪很快的跟它排去粪便里面， skip 了这个过程跑去粪便里面让我们去排出来，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很快的在瘦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控制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吸收了，因为当我们吃面吃饭这些的话很高的碳水化合物它会跑去我们的血管里面形成我们的血糖，当血糖没有被用到的时候它就变成脂肪了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能够很好的，当我们吃饭吃面下去的时候它可以控制，它不让我们的那个血糖我们的那个碳水化合物跑进我们的那个过量的跑去我们的那个血管里面形成那个血糖，所以这个东西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所以总结来讲它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咯，控制我们的食欲，
减少啊、控制我们的脂肪的吸收，跟控制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吸收。里面哈、有很多这个11种的天然萃取物，在这里哈、我就不再一一的多讲了。如果大家哈、要详细了解这个 Slend Glow 是什么来的话，哎，来 PM 我，我会 send 一些资料给大家，大家就会更加的详细了解到了的。OK， 然后在这里的话哈、我一定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这个 promotion 什么呢？就是这么给的这个 promotion 啊。平时哈、我们买 Slend Glow 哈、这样子的话哈、买9盒。他送一盒，那个 promotion 是很好很给额的，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在起价、但是 BE 产品没有起、还照样送呢，不用紧。现在、我们一个很特别的 promotion， 从昨天开始到明天、只有3天不了、只有3天吗？现在、只是剩下2天，买4盒的 Slend Glow， 他就送1盒的 Slend Glow， 然后、很好很好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当我这样算一算的时候，哇，比平时我们promotion来的值得非常非常多啊！也就是想说，平时我们买9盒送一盒吗？现在我们买4盒送1盒，也就想说，等于买2套的话，买8盒就送2盒了嘞。平时给9盒的钱拿到10盒，现在给8盒的钱拿到10盒，哇，这个公司真的是。太好太好了，你看哦 Slend Glow 这样子这么棒的这个 promotion 哦，公司没有起价哦，然后哦还送，嗨 Luca Fong 很久没有见了、没有起价哦，不用紧哦，还多送产品，哎，这个公司真的是很好啊，哦不用紧张，当然哦，我们讲说啊，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啊，我们的这个 promotion 啊 OK。买4盒送1盒，只是到明天啦、只是到明天啦，也、到这里啊，在最后说，给大家看一看哦，这个是我当时候哈、我用3个月的时间里面哦，也瘦了整10kg 嘞，从这样子变这样子，然后从这样子变这样子嘞 ，OK， 所以哈、这个是能够真的是很好，如果想要看回我的那个见证的话，看直接找回，只要你打 Slend Glow 吸气用的话哈，你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见证了的 ，OK， 所以当然哈、当你配合吃这个。Slend Glow 的话、记得、也配合吃买我们的这个 Slender's Meal， 可以让你更轻松的瘦身了的，因为我们的 Slender's Meal 的话、很容易的让我们、在短短啊啊，因为一包的 Slender's Meal 只有133个卡路里，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今天、要减肥啊，要瘦身啊，这样我到底要吃什么，我又怕算卡路里算得很麻烦哦，这个就解决了我们的这个问题，这个方案很好，因为只要你一包就25种的谷类，让你有饱腹感，让你有足够的营养价值在里面的。OK， 只要你通过吃这个，就不需要去烦到底要吃些什么东西。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肥胖呢？肥胖是因为吃的东西比吃的东西比我们身体能够用到的能量来的更多嘛，对不对？所以 Slend Glow 再配合 Slender's Meal 就是最营养的价值，它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食欲。它可以燃烧我们的脂肪，它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脂肪的吸收，还有它可以控制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好配套的这个 Slend Glow 了。OK，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了解这个价钱的话，这个配套到底多少钱的自用，在这里的话请大家来 PM 我，或者是来寻找你们在做 BE 的朋友。来让你们多了解，好不好？先了解过后才来做决定，好不好？所以我的这个小小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 like 跟 share 出去， like 跟 share 出去，好不好？我的这个小小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拜拜。